华啦，一寡遐波波摸，通通没有注意基础，通通不会。每次考试都是零分，都是零分。我有的最好的只有20分。当年那个经常考零分的穷孩子，凭着自己不断的努力，如今已经是扬名国际的大雕塑家。朱明曾经多次获得世界级的邀请，透过雕塑，他把富含中国形象、台湾思维的艺术品展现在世界舞台上。